大家好啊，我是山仔。今天就来我村里的一条小黄沟野钓。今天非常的热，温度在30度左右。这条小黄沟小鱼非常的多，所以我用了2号的钩子。试一下这里的鱼口怎么样？中鱼，马上上鱼了。这种小小的野生鱼，油炸非常好吃。这里有过一群鱼，哇！又上一条，农村这种小河沟鱼口就是多。那一抛竿下去，料一入水就来口了，要中。虽然这种钓点钓鱼是最过瘾的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上面给大家看一下鱼货，都是这种小野生鱼。这里也就够一圈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